老伯非常用心的教这个儿子，教导儿子叫爸，先叫爸爸，就 baby，叫那个 baby，你要学讲话先叫爸爸。这个当爸爸的就很大受感动，觉得老伯真好，先叫这个 baby 叫爸爸，而不是叫妈妈，觉得很幸福。但是呢，到了晚上你就知道，这个 baby 到了晚上，这个 baby 叫爸爸，妈妈在床上跟先生讲，儿子在叫你。